为什么？是我昨晚才发现，天海哥过世的时候，他的肾脏，后来捐给了我妈妈，真的很感谢你。白白叔叔，现在呢，需要妈妈好好陪他一阵子。另一个，另一个。我干嘛？是真的喜欢你。 履历报道，爱的故事，本节目由英国节冠名播出。